有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改变？触电的那种感觉，一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。触电的那种感觉，一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。触电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改变？